将主办一场学校师生篮球赛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为什么篮球队在比赛之前不可以理头发呢？诸位不懂就不要乱说。啊！你们想研究学校的历史啊？你们懂什么？不但要保留，而且还要传承下去。别搞怪！星期天早上11:30，八频道。